十万订阅有你真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新闻，我是婉伦。台股资金大逃杀，台指期夜盘续挫。昨天虽然因为卡努台风休市，但是美国信评下调， AI 股连环跌，现在又可以观察谁呢？一起来看看。专家指出，短线市场压力沉重，中信金、大力光、神准等15档低本益比关股投信双内资联手护盘，有望担任暂时的资金避风港。可以留意的是，投信2号小幅买超 5.04 亿元，是7月以来的少见买超。八大关股呢，则撒下了 63.74 亿元就是。你们觉得最近的盘势如何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。客新闻，我是婉伦，我们下回再会，拜拜。烦死！每次下班前来叫我做这个做那个，每天忙到没时间吃饭，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摊子。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？所以你需要的是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，从总体经济、股票分析至根本，再到实地走访产业，理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。加入理财周刊，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。